充满信心的热情，勇敢迎向全新展望的明天。
们谢谢你。
具备良久的人，当然也是有问题啦。虽然以前我们常常闹得不愉快，多次写年轻的血压指标，差一点心脏病发，但是我们是真心爱您、尊敬您的，所以您以后也要常常想起我们哦。那为什么说是最开心的呢？因为我们班有常常冒出一些令班上不惯的怪点子，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所以啊 ，OK， 你应该要感到高兴才对，不要再发脾气了。虽然你好像再也没有机会骂我们、指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即将要离开我们所熟悉的天母国中，走向我们人生中的另一个旅程。在这3年当中，五班的生活总是十分的多彩多姿。从3年前我们踏进了天母国中，一直到了今天要与同学说再见的日子，我们曾经一起读书，一起欢笑，一起努力达成共同的目标，甚至一起被带到炫耀处反省。这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别人永远无法剥夺的共同回忆。刻骨的过去也渐渐随着时间沉入了心中的深处。既然3年前我们有这种缘分齐聚在这个小小的天母国中，相信就算步出了天母国中的校门，各奔东西，缘分也不会因此而减灭。或许在未来某一天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角落，我们又会再次相遇。在以后的日子里，3年的回忆会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占据一个小角落，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永不幻灭。谢谢。9年6班李真。嗷嗷！
7.07 的第一点，在同学间深深磨合，与课业上懵懂求知中匆匆度过。进入国中二年级，讲台上的班导与戏之间矮了一截。笑脸迎人的小雨老师，肩膀指挥我们接下来两年的总指挥。那与同学们打打沙发间，也不忘督促课业，亦师亦友的微妙关系，恰到好处。在所有任课老师对8.07的用心教导下，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与信心。8年级是我们稳健踏实的一年。除了考试，还是考试的学习课程表，揭开了9年级迎接北北基的序幕。课堂上老师的实时提示。下课后家长支援的晚自习。不断递减的倒数日期。交织着罗山一天又一天的紧张氛围。在5月的北北基检测画下句点后，国中生活也随即步入尾声。谢谢所有天中师长对我们的教导、呵护与疼爱，以及每位家长对我们的帮助。老师和家长们的付出，无一不是希望我们更好，能在课业上有所精进，能在人格上有所提升，期待我们能成为堂堂正正的人。明日我们将跨上不同的旅程，朝着各自的目标飞翔。这段国中回忆被一起伴着我。陪我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当艰困难熬时，当彷徨无助时，我会想起现在的笑声，我会想起与你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最后，祝9.07红尘万里。现在3年，一个夜晚，梦见一群知了在课堂上进驻发芽的嘴读朔风朗朗，梦见一群鲤鱼放学钟声方一落入水中，唯恐这一生再也吃不着，盼了命要夺出教室的小门，梦见一群野马曾经操场上任意东西，梦见一群野牛曾经战场上无间合作，梦见这所学校一切氛围一切景物，梦见这段时光所有同侪所有师长，梦原来便是这段回忆，3年的绚烂夜里悄然化开。亲爱的张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班级最不被看好也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依旧尽心地引领我们，无怨无悔地付出。曾经我们是操场上差点被吊针的最后一名，曾经我们是被公认最无章法的班级，但在众人的齐心之下，我们赢得了大队分组第一，也因着我们的热情，毕业合照中就是我们班所邀到的老师最多。最后感谢所有在这些日子伴我们左右的老师们，因为有你们这群充满爱心耐心以及最为重要的具抗压性的老师们，我们都有幸福。在此献上最诚挚的感谢，老师，谢谢你。
穿越了无数的岁月，转眼间我们即将迎向新的里程碑，陷入时间的洪流，回首过去，一幕幕如同电影纪录片般记载着属于我们共同的回忆。尽管有些不舍，有些依赖，但我们都该欣喜的，不是吗？没有人知道再见之后会看见如何的景色，但至少拥有你们存在的美景。没有人知道再见之后会有如何的人生，但至少有一段不后悔的青春。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把途中三年宝贵的经验及美好的回忆幻化为我们的行囊，填满我们的心，勇敢迎向未知的挑战。毕业只是形式上的分离，感情却是紧紧地联系着每颗心。闭上双眼，仔细回想，三年来我们经历了好多好多，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我们都一起熬过来了。除了友情，我们之间更存在着同甘共苦的革命情感。或许曾经懵懵懂懂，甚至是跌跌撞撞，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这段时间带给彼此的感动。在最后，还要谢谢老师、父母及所有曾经在国中生涯中协助过我们的人。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909。感谢你们一路陪我们到最后，谢谢大家。老师的谆谆教诲是永远不能忘的叮咛。我爱天真。
中的清巧水流，更爱同学们的潇洒风流。在老师句风话语下，我们不再是嫩芽。在此望着天，国中生涯最后的彩霞，回忆起七年级那余音缭绕的直笛比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缔造佳绩。八年级令人难忘的格宿露营，围着萤火温暖了大家的心。九年级三天两夜的毕业旅行，创造了更多共同回忆，更紧连了大家的心。还有三年来锣鼓喧天的运动会，以及精彩丰富的园游会，这些都是一步步在天中成长的脚印，也将陪着我们一同飞行。三年来，感谢柯美仪老师无怨无悔的照顾我们。其中不论酸甜苦辣，我们都一起度过。虽然我们常使他伤心难过，但他对九一一班的用心，我们都感受得到。毕业后，也将永存这份感谢，迈入人生的另一阶段。最后，感谢陪伴我们三年的天母中。李真。有趣的事情来到我们班，也
还记得毕业时在游览车上，大家停下动作，一起合唱《听妈妈的话》时，那一瞬间是幸福的，音符在眼中跳动，彼此的心连着距离。在此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老师林展旭老师，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教导我们，陪伴我们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对那些不努力付出的人来说，荒芜的土地是不爱自己长出稻谷来的，守株待兔不过是折腾失败了。913的勤奋，913的努力，苦涩的果实终究是甜美的。最后我要在此代表913的各位同学向我们的班长林展旭老师致敬。老师，感谢您三年来对我们班的付出与努力，也感谢您包容我们所有的过错，您永远是我们最敬爱的班长林展旭老师。亚真主席万岁！
数的考验后，也日益黏糊。从当初平行线一样的陌生人，到逐渐熟悉，终于成了交心的好友。但时间却不为我们的友情停留片刻。现在我们将要分离。教室中一个个打瞌睡的身影，组长来时一哄而散的情景，还有比赛获胜时大家脸上的笑容，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忘不了的。谢谢班长三年来对我们的包容，即使我们总是让你生气，你却还是耐着性子好好的和我们谈。如果没有你，便没有现在的十六班。谢谢任课老师们的教导，也许只有教我们短短的一年，但在每一位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也对您们有道不尽的感谢。如果我们不曾聚在这个班，就不会有现在的916，因为有彼此，才有这三年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将会是一辈子中最特别、最深刻的。纵使今天我们要分离了，但大家之间的感情永远不会改变。也许现在的心情是悲伤的，还是让我们展开笑容，对自己说声毕业快乐，对对身边的同学说声一路顺风，也谢谢国中说声谢谢，谢谢这三年来对我们的照顾。
我是林婕妤。我是钟欣颖。人生不相见，动如神与伤。今天是我们快乐的日子，却也是最不舍之时。回顾三年前的我们，对这环境是陌生的、懵懂的，而在师长们谆谆教诲、不吝提及的付出之下，时时洗涤着我们年少青涩的心灵，使我们成长茁壮。大家还记得二年级上学期，大家一起去蒲公园，同心协力完成任务。第九节与晚自习，热心的家长们不但付出时间陪伴我们，还准备美味可口的点心。大队接力，大家奋力向前跑，争取属于十九班的荣誉。如今我们即将大鹏展翅，在我们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感恩与喜福。今天是我们要毕业的日子，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未来当我们有所成就之时，必将回馈给我们所怀念的母校。最后感谢慈爱的凤珠老师、琼宇老师以及各位任课老师。凤珠老师，我们爱你。珍重，再见九一九。再见了天美国中，谢谢大家。颁发给他一张天母国中唯一一张非常
特殊的毕业证书。另外，我们还要颁发给他一张五五成绩满级分的优良奖状。这个奖状的内容是：查民国百年毕业生将毕卷，对同事真心关怀，得到412分。